你们接下来会自己有机会来这个地方吗？会，我想要带很多人来体验刚那个地球保护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刚跑步的那边，就是那个老鼠圈吗？就是第一个我跑得很喘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肯纳基来跑步应该惊讶。对。欸那个不好跑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我跑超快的，现在结果跑完没有。我好强哦！我觉得你不错，你平常也都在运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在运动。那来我们这样节目一定是没问题，轻轻。目前我还觉得算轻松嘛，就是肚子饿而已。我们也才刚开场哦，肚子饿也听到没有？对，就是肚子饿，其他我都还蛮。让我们女神饿到哦。哇！哎呀，哇！在这里，这个海鲜餐厅，哎，前面那位，喂，大哥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是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才要丢，好，那没错，那是他，我们是请问剧本是不是在节目？您现在在弄这些就是刚捕上来的鱼货，对，都是我们刚回来的鱼货，他这个鲍鱼都还在动，这条鱼很老啊啦，但是我也等于没有，会靠不靠标准？大哥，你介绍一下，这真正很老啊！你讲很老啊，很老啊，有啥呢？哎呦，新鲜鱼货，都还在动啊！你看，全部都在动。这蛤蜊好大颗哦！我看上那个鲍鱼啊，女神驾到，特别为你准备海鲜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续蟹，豆退鹿，豆退鹿，豆退鹿这么大只哦，豆退鹿蟹，哇，我们上次去抓的才这么大哦，对，抓太多了啦。也有小只的，这个一定要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一般看不到的，因为我对南方澳的海鲜也是有研究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脚虾。脚虾，不是鱼啊，不是海行哦，海行的啦。我长期都以为是什么虾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连刚那个螃蟹我也没看过。那这个是大沙姆，沙姆，沙姆。鱼我就不熟了，考考各位，这什么鱼？那个刚刚还活着的鱼。红干，哎，真的、啊，中了，下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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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中，对，马头，马头鱼，对吧？对，马头鱼，对，我猜马头鱼，干煎马头鱼真的很赞哦。所以大哥，您都是平常用这些新鲜捕起来的，然后堆起来超级无敌，还请痛风，没错，就是每个都有痛风啊，哎，幸好我们三个都没有痛风体质，可以试试看，可以先吃吗？一起吃，坐在一起吃比较好吃啊。拍出美色也没用，找到没用就没招。我们刚刚在车上已经有讨论，我们讲说新雅女神哎，跟大哥塞纳一下，哎大哥，大哥早餐到现在还没吃啊，餐餐都中午了，可以吗？大哥，找到大哥的菜是我了，好了，大哥，那你先分配我们的工作，好，好吗？我们进在厨房。制作这些料理，好好好。其实我们这个货冰块很重，对，冰块重。先进去吧。哇，这个已经很无敌的了。这个重哎，压错箱了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不行，箱子太软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我们两个先搬进去。一二三 ，OK， go。啊。大哥交代我们的任务是任务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处理海鲜，处理海鲜，处理海鲜，处理龙虾，龙虾，哎，处理下章跟那个龙虾。好的，龙虾，好的。他已经贴心的帮我们一人准备一把刀子。龙虾怎么处理？龙虾我们就把这个龙虾的须这边把它剪掉就好了。龙虾须好，然后剪掉把它洗一洗。剪这里啊？对。哦。好，我们自己来，你看都是活跳跳的。它怎么不同颜色？为什么两个都长得不太一样？有两种品种。对。这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马达拉的大头龙虾，大头龙虾，那个头很大。那这个比较缤纷的颜色叫做，哎呦，还在跳哎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叫做水姑娘。哦，水姑娘，有印象，以前我们吃过，比较漂亮。这品种对，了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，处理首先该注意的是，是我们的手要这样子抓，哦，手要这样抓，不会被它这个细心那个勾到，绷的比较整齐。就从这个关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它会动。它这是活的，它很新鲜，它非常的新鲜。
那快很准，对，快很准。对，我们来洗一下，洗一下，要龙虾时间要不要紧？对，我们先下那个蒸的给它蒸。好的，好的，清洗一下。好，拿去洗吗？龙虾要蒸多久啊？龙虾要蒸15-20分。15-20分，水放不下就好了。拿过个水就好了。对。那龙虾有特别要怎样料理会比较好吃？我的话都是清蒸的，清蒸就好。它也可以吃蒜泥。蒜泥好哦，加一点瓦萨比酱油。这种海鲜哦，如果够鲜的，真的是以原味决胜。原味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生鱼片就很好吃了。我现在下蒸。哇，那个蒸笼也是够澎湃啊。哦。在沙司中，我们先要处理这个吗？刮鳞，我先刮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就是我们刮这个鱼鳞嘛，我们要逆纹刮。哦，逆纹，对，逆纹它才会起。那个手要放在这边，对，比较不会去刺到。对，这样子刮。哦，它是横向的，横的，就这样刮过来。哦，横向、直向都可以。对。那你试试看。好，没问题。欸，我们两个弄那个肯纳要不要？那我这个软丝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啊？软丝部分，那边还有个师傅，他教你怎么处理软丝。好，我去找软丝师傅。软丝师傅，待会见喽。下张交给我们。OK， 好，待会见。哎，今天我先示范啊，逆纹。对，啊对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逆纹，对，这样子吧。对，小心哦，它鱼鳞会喷啊。对，我蛮会杀的哦。我喜欢刮鱼鳞。你也喜欢刮鱼鳞啊？不是，你听那个哦，那这边都给你。你要试试体验一下嘛，没事，我来煮刮，然后有一些细小的，你帮我检查，好吧？没有，幸好这个已经算是坐船回来已经有冷冻了。对，我冰过的比较好刮，所以它不会，要是它会动来动去，你真的害怕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细微的。我们通常要开着水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开着水是开着微微的水。对，让它那个鱼鳞可以掉。对，它鱼鳞就不会乱喷了。对。哦，这个秋水蛮专业的。哎，这个蛮专业的。这个清水没卖，对不对？平常有刮过鱼鳞吗？第一次哎。是不是？第一次刮得这么厉害。对啊。有天分吧？有啦。而且我不太会做菜。今天学啊，对不对？做事情蛮仔细的。不错，他如果现在突然动一下，你会吓一跳。会，他说不要动，我会怕。他说你可以请大哥检查一下，有吗？蛮干净的啦。哦，不要是因为他是女生就放水哦。没有没有，他这个肚子这边都没有鱼鳞了。OK， 这边都没有鱼鳞，就算。来，你接下来试试看这样。你今天要教我怎么处理这个软丝的部分吗？是。好，那非常期待跟你学习。那我们处理这个软丝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我们要稍微洗过一下。好，放下去没关系。好。然后这个盘子，它已经有沫了。它沫其实是很甜，沫是甜的。对，然后我都不知道哎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软丝拿起来，软丝拿起来，稍微洗一下。洗一下之后，从它的背面的中间，好，剪到这 ，OK， 这样，然后我们把这就是它的内脏了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它墨的地方，它的墨袋吗？对，墨字，它的墨字的地方，墨字啊，通常我们这个会拿掉了，因为影响那个观感。就是它可能会黑黑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下面这些地方我们都不要，这个这两块白白的地方，这两块，对对对，要留着，是它的肉。哦，那肉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它的那个软的地方，这是那个骨头吗？脊椎还是什么吗？算是它的软骨吧。然后这个是稍微把它弄干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的头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龙珠，把它取掉。直接哦，这样子取。对，取掉。然后眼睛的部分我们也不要，怕会有眼睛也不要，对，怕会有黑黑的地方，就把它拿掉。然后这样我们洗干净就可以了，这样。好，换你。好，其实蛮不好剪的，它比我想象的扎实很多。对对对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那个嫩虾会用什么处理方式？我们今天要因为要吃它的甜味，所以我们用穿烫，最原始的鲜味。这些鱼啊，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不要有腥味的话，是会先让它放血。对，放血。对，放血才不会有腥。放血要是活体的才可以放血。对。它如果死掉的话，血也放不出来。其实没有用，都在里面。对。对啊，真的，他做事情很哦，娜娜 ，OK 了 ，OK， 很干净的，真的是，真的吗？很干净的，很干净的，耶！掌声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干净的，我会了，你会啊？你看，就这么简单，
这里干净了吗？这样，这里上干净了。你们看到这个画面，真的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，但是这样呢，就更可以去珍惜我们平常吃饭背后师傅们的那些功夫啊，就在这。蒸鲷鱼处理好之后，那陈大哥，这个要不要放什么姜片啊，或者是什么米酒来调味？不用，等一下来蒸我们特制的蒸鱼酱油，下去蒸就好了。酱就好了，酱就好了。哇，好，好的，理解。哎，你们处理了三只，这个是什么？翅中，翅中，我刚才也把我的能席啊软丝也都处理好了，费工吗？我刚刚有在旁边瞄到你们，我看到你清那个鳃跟内脏，我真的我蛮感激，我是选到这个能席啊的，比你们简单多了，干净多了。那新鳥已经突破了。对啊，有一只是我清的，他自己清的，厉害。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其实像家庭主妇或妈妈们，他们真的也要会。很不容易啊！对啊，真的啊，所以那我们常常就是要感恩，不要觉得嫌妈妈的东西不好吃，好吃极了，就是真的不好吃，最好吃，你咬着牙也把它吃完，对，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你看刚刚这样弄的时候，你看自己看脸上的表情，其实哎、欸、真的，而且有时候你不小心手还会被刺到，对啊，你看真的家庭主妇他们常常手都是会有一些职业伤害，是，所以就包括我们真的要想，因为有时候我以前会觉得我奶奶或外婆做的菜不是很合我的胃。我就直接说这个不好吃，我不要吃。可是现在这样弄，其实你要知道他们回想自己挺好的。这个应该有三四十公斤哦。哦，好重啊！先放上去，慢慢放上去。这里啊，哇，这样直接吃最好吃，有没有？好吃哎！我这样算有 OK 吧？可以 ，OK OK， 是黏住了啦。因为到你胃里面也是一样。你可以试着闭着眼睛聆听一下。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有悲伤的心，却还不清醒。太高了啦！欸、不会啊，听哎、欸，不错啊，不错、啊，不错、啊，不错、啊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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